南投县五七乡公所今日系第五乡村两片，期盼的发现五七通路连发起不同，老透过百八公改意识某种种，两百乡公所系当当老乡内各种庙改八公。走起都抢到现场来参加祭典，同时还安排一下来到莲花池钓，享受三亚地都浪漫的五月节。五七乡客家协会发古旗，热闹一个老和尚来迎接全乡各种庙的八姑，来到五山村合庆用安草。五七乡中老各种庙的主位，还有内地都当天新改用传统的仪式来祭拜。全乡的八公都来到人家黑平江，哦，来呀，千老爷有史以来多一下吼，都准备呀八公鸡啊、土花鸡、千老爷的蔬菜。抢过来，老太家吼必要吼，乡下来庆祝安尼客家同化节的开始吼，正经当特别啊，当老爷。这片是丁业青年所，莲花池研究中心的燃气，也是全台湾绿草植物最多的素材。同时，燃气地图也就一道的油桐树，连下发快的冻浆，银行行到三拿葡萄后，体内红度是十八个油桐花。我喜欢油桐花，而且呢，这朵花落下来，好像是在下雪。做了本较多年吼，提供莲花桐地图吼，原来按多油桐花按浆的素材，啊，要做了本大家较熟悉讲按五山村一只客家庄。另外呢，咱嘛做着咱的啊，这个闯关游戏，个人的这个摆摊，吼客家文化的摆摊吼，做一点老者。五七乡内洞中两个千岁骨头汤，还有高山溪都来参加，还有韩记国关游戏两道，也希望大帮通化街饭团，大家对五山客家庄，唯有很多的认识。客家新闻地方起，南投报道。